本地公司策安保安机构和房地产发展商联实集团为策安位于巴耶利巴的总部举行动土仪式。当这个重新发展的项目在2024年竣工后，将成为我国最先进和环保的工作场所之一。策安保安机构的新总部将增添一楼，有8层楼的办公空间供出租，办公楼也将具备更多绿色空间以及100多个脚踏车停车位，以鼓励职员选择更健康的通勤方式。附近也有一个开放让公众前往的新公园。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出席动土仪式时说，重新发展项目将能够为巴耶利巴地区注入新的活力。 As our buildings grow and age,We have to continue to find and invent ways to redevelop our buildings in line with evolving constraints, needs, and aspirations. 办公楼内也有智能系统，能根据在室内的人数调节冷气的温度，达到更节能的目的。